俗语伫咧讲，戆外妈疼外孙，嘛有一句讲，少花连盆疼囝是连孙。这两句话用伫我的身上是足对当的。迄当年阿母一年生一个，拢总是生六个，啊我是头一个。就伫我肚子外的时阵，阿妈来看阿母，看到阿母手抱幼婴啊。啊！我又搁坐伫眠床头靠背阿母抱，伊呀看了真唔甘，就将我抱转去斗请。我细汉的时阵实在是真好命，二阿拢嘛做水衫给我穿，阿公阿妈拢带我四界去佚佗，阿爸阿母三不五时啊会来看我，真正是正人疼，正人惜。到七岁要读册的时阵啊。我就甲阿妈张讲，人我要踮遮读啦，我袂转去丽林读啦。丽爷就甲我讲，你呀，只要啊，倒去厝诶，甲厝诶户口名簿来订伫个对面诶学校门口，你就会当伫遮读啊。人我啊，真正倒去厝摕好户口名簿，要甲订伫个对面诶学校门口咧。丽爷就对我讲，哇，好厉害，红高遐！就安尼，红狗遐就变成我的外号啊，实在是真趣味。高中的时阵，我会家己坐车去阿嬷因兜佚佗，阿嬷拢会偷偷约塞车给我做所费，满足我少年爱踅街、爱买细汉物仔的心情，互我感觉阿嬷甲我关心、甲我疼。高中毕业迄一年，人我虽然有考到万林高中，啊，毋过阿爸讲。厝内的囡仔遮尔多，你是大汉早囝，咱莫读册来倒趁钱，请养小弟小妹好无？就安尼，我规个歇热，拢嘛屈伫个田底捡韭菜花，我哪捡是哪唔甘愿，敢讲我阿官啊，只有读到国中个名。无想到有一天，阿嬷竟然来田呢，伊伫个田花间大声喊。阿官啊，阿官啊，莫阁捡韭菜花啊啦！教我来种花，家己趁钱来读册。最后，甲阿爸参详，讲已经替我找到头路啊！日时上班，暗时读夜补，我着考中华高中，一面食头路，一面读册。阿嬷是我的贵人，因为伊的坚持，才有今仔日的我。阿嬷、阿官啊，足感恩你的。后来要交男朋友的时阵，阿嬷讲：有钱无钱无要紧啦，上重要的，第一爱友好，第二爱有责任。所以啊，我就嫁予老先生做家后，搁替生三个后生。真正是手抱孩儿，才知父母时。才会当体会到当年老爸老母请养六个囡仔的辛苦。日子是一天一天过，阿嬷是一年一年的老。有一天的透中昼，我回去阿嬷因家看伊，伊就坐伫个旧厝的年前卡，伫个遐度孤。我就点点划过去，伫个伊的身躯边陪伴。伊醒来就对我讲。阿官啊，你倒转来啊！啊，我即嘛是伫咧等死神到命啦，互我听甲心肝真艰苦，目屎是淋淋个。后来我为着要阿嬷较欢喜一下，我就甲讲一个趣味的故事，叫做《鸟鼠啊甲花香》。阿嬷听甲是嘴啊里塞塞，亲像囡仔共款。让我体会到面对生命最后的阶段，要特别珍惜跟厝内人，还有好朋友斗阵的时间。花开花谢，日出日落，阿嬷就参像秋天的落叶。伫咧旧年的十月，阿嬷伫咧困眠的当中，来离开阮遮的子孙啊。迄个时阵，我拄啊伫咧筹备秋季大会 F 部的初赛，我感觉身躯真忝，内心嘛真虚弱。
真正是蜡烛上头烧，一时间亲像生命气一角，唔知要安怎。办完初赛，就赶返去参加助念的法会。隔天刚送阿妈上山头，回想着以往点点滴滴的妈祖那情，心中愈充满着感恩的心情。自从失去着阿妈，心情就常常失落的时阵，每一遍看到天顶的云来来去去，有的念烧我，有的是孤孤单单，有当时啊做伙，有当时啊分散，就亲像咱的缘分同款，有缘的斗阵较久，缘分若薄，风一吹就散。非常感谢阿嬷的坚持，非常感谢阿嬷的疼惜。阿嬷，我已经将你的温情化作行动，来跟我身躯边的人来结好缘。阿嬷，阿官啊，永远永远的思念你。以上，主持人。